那个。我们哈密瓜想不想吃点肉啊？好不好吃？哎，慢点，慢点跑啊！这感觉真好啊。是啊，一家人就是这样，热热闹闹的。我突然呢，感觉有个家还不错。嗯？你该不会是想……没有啊。我的意思，你别瞎想。我就突然一个想法，喝一杯。鱿鱼好吃啊！浩宇，你有空吗？我想见你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别喝了。这儿是浩宇为我布置的婚房，你来干什么？季晨，要不真人秀的拍摄我们先停一停。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快找医生治疗，将病情稳定下来，再以最好的状态回到赛场上。怎么稳定？去医院吗？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得病了。西晨，你别这样。这三年来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的大事，不也一起熬过来了吗？这样，你先好好睡一觉，等睡醒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怎么睡？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我满脑子都是他们在我眼前秀恩爱的样子。安眠药对我来说都已经不起作用了。阿凡，哦，你真好看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特别好。嗯，我猜大概是因为胖了吧。说啥呢你？闺蜜，你可真会聊天儿。离心。哦。你别打扰他工作行不行？这人秀快收官了，思乐赶进度呢。哎，你们俩过来帮我看看这个地方做成国风掐丝好不好看。这里这一块如果用黄金好不好？嗯，好看啊。这荼蘼花看着真有特色，不过铂金要比黄金看着更仙气吧。你个外行不要乱评价好不好，明明黄金更显色。黄金好。我代表的呢是消费者视角，你不要自以为是。又不是给你设计的，代表谁啊？就用黄金。
我已经发过去了，让他们赶工做出来，越快越好。辛苦啦！哎呀，终于啊！唐乐杰，说，谢了。你干嘛？你对思乐好，我就拿你当朋友。抱抱一个，什么？抱一下嘛！谢谢你们陪我熬夜熬到天亮啊！今天给你放假，明天也放一个好吗？放三天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去好好睡个觉。走这样的话，你们好叔叔可就更可怜了。过来吃水果。哦，对了，妈妈，我们应该改名叫丑干爹了。不着急，来吃一块。好。这段时间多亏有你在照顾孩子。不止这段时间，耽误今天录完最后一期真人秀。我会抽出更多时间陪你和孩子。嗯。你也吃一个。爸爸。嗯。慢点，小心点啊。爸爸。谁呀？喂，你好。宋总，启辰身体不适，今天无法到现场拍摄。怎么会这样？关于这件事，我想跟你当面说。好。你给我个地址。怎么了？我出去一趟啊。啊，都到饭点了，你不吃完饭再走啊？你和孩子们吃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出去，滚出去！我说了不看医生，你别管我了。宋总。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家里震颤，这种病很危险，严重时会窒息。他怎么会得这种病？其实三年前他刚出国的时候，因为你们俩感情的问题，他一直在封闭自己，没过多久就得了这个病。好在当时治疗比较及时，所以没有耽误训练和比赛。宋总，其实他这次回国是为了你，可没想到回来以后才发现你结婚了。我去看看他。真人秀节目《好久不见》将会推迟播出，此事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金希晨选手的身体状况引起了不少网友关心。回来了，还没睡啊？嗯。今天怎么这么晚了？出去办点事。精彩的赛事回放。
是金希晨的事吗？嗯，他生病了。生什么病了？有点严重。思乐，嗯，我刚刚去是帮他找合适的医生来进行上门治疗，你别多心。知道了。谢谢。说什么傻话？金一晨的经纪人。啊，没事儿，你接吧。阿来，怎么了？啊，已经联系好了，明天就可以签保密协议。好，那明天见。你知道我这个病对台球选手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呼吸，我的手会发抖，拿不了球杆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办法站在赛场上了。我会去找最好的医生，对你进行上门治疗，并签署保密协议。你放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不可以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你吓我一跳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等你一起吃晚饭。有人等我回家，感觉真好。那。经常坏啊！离谱了，连个灯都没有。我都已经习惯了。看来我以后得经常来。你们这小区的环境也太不安全了。啊，上次是小偷画符摸底，今天呢，又是摸黑进门。如果你真遇上点什么事情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哪个你严重啊？你说我这能文能武的，谁还能伤着我不成？明天找个人，或者我自己去修一下不就好了？你还会修这个？嗯，搬个椅子，拉个电闸不就完事儿了？你什么时候学了那么多的本事？我发现你还多着呢。就是觉得你每天都要一个人走夜路回来，心疼宝宝。来，尝尝这个绝对好吃。这怎么卡了呀？啊，我跟邻居用的同一根网线，可能是接口又松了，我去看一下。那外面那么黑，别去了。没事的，把线一拔一插就好了。
自金希晨代言之后，茂林的营业额也翻了几番。真人秀推迟这个事儿，反而令金希晨的话题性不减。我这边的股东们都很满意呀、啊。加上宋总又一直没来公司，越来越多的股东站在我们这边了。宋总今天又不在公司。自从你来了以后，你为他省了不少力气，他那一点花花肠子全露出来了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找人打听过，他去找金希晨了。金希晨是茂林的形象代言人，宋总去找他，也可能是因为公事吧。你想想啊，哪有办公事的往家里跑的？你呀、啊，还是太年轻了。你还打算在原地继续打转多久？难道你让我骗自己，说我会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？对，就算是骗自己，也要一遍遍的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希望。那你实话告诉我，如果你没有遇见起司了，我回国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你怕自己会动摇吗？我会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，帮你渡过难关，好吗？你不要再封闭自己了，好好配合医生治疗，啊！有空我就来看你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方便见一面吗？聊聊浩宇的事吧。浩宇，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但我始终没有办法接受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可不可以和他离婚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想知道，如果没有了婚姻的束缚，他是不是还能对我说那么绝情的话？如果时间可以倒退，你会选浩宇还是世界冠军？当然是浩宇。你敢说三年前你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曾有过动摇，还是说你登上领奖台捧起奖杯的时候曾后悔离开过？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你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
你明知道在结婚前突然离开对他的伤害会有多大，但你依然选择这么做，那就不要奢望他能在原地等你。就算他没有等我，也不代表他心里没有我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想要夺冠是为了跟他有更好的未来。金小姐，婚姻不是你的锦标赛，不是错过了还有下一届的。从他决定和我结婚的那一刻起，他的未来里就已经没有你了。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曾经有多么深的感情。我们现在很幸福，我不会和他离婚，保证。晚风吹开仲夏夜的梦，看见星空在你的眼眸，轻轻在唱着谁的心动，想给你所有温暖的包容。静，原来你怎么来了？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做完了。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，原来皓月。那些心潮的汹涌，原来光与月光只在黑夜中相逢。 From this moment， 请成为我的家人，整个世界的美梦我猜都在你眼中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有点累，想找你充个电。啊，你得好好充。请成为我的余生，关于时间的歌颂，我猜都在你眼中。四老，来。你有心事？没有啊。你今天有点怪。你才有点怪。我哪里怪啊？你累不累啊？不累啊，你呢？我肯定不累啊。不过，你在我边上，我就很难集中注意力。等一下，谁给我打电话？谁啊？这么晚？郝俊。怎么了？你跟嫂子都没睡呢吧？哦，他在啊。开免提。你说，郝俊，你找我？明天周末幼儿园放假，李欣会去值班，我明天要跟他求婚了。啊？真的？对了，郝月，我正好能跟你取取经。你跟嫂子求婚的时候，我差点忘了，你那没啥参考价值。郝俊，你要是不会说话的话，就把你嘴巴扔了吧。郝俊啊，你明天就要求婚啊，会不会有点仓促啊？我都安排好了，就是明天我需要借晨晨帮个忙，
这分钟的心。